我是涂强文，推拿是娄烨导演利用影像，把人的各个感官都能够发挥到极致的一部作品，也能够让你了解盲人世界。天天想，没日没夜的想，就是想看一眼。我就是想知道，美到底是什么呀？推拿荣获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六项大奖，导演娄烨启用多名视障人士与专业演员共同演出，摸索人的真实欲望。他的电影里永远有赤裸裸的性，可是那些性又不见得会只是要耍噱头，那些性都跟角色被陷在一个困顿的环境里面是有息息相关的。他觉得身体是不能骗人的，如果讲这句话，你就会觉得他拍推拿真是太有道理了。异想世界本周带您深入娄烨用五感分成人性欲望的推拿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